拉基蒂奇又在世界杯将出战巴萨同队好友梅西。左资料照欧新社体育中心台北报道，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昨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举行抽签仪式，而球星拉基蒂奇 Ivan Rakitic 所在的克罗埃西亚被分至 D 组，代表将在世界杯对上同为巴塞隆纳的队友梅西 Lionel Messi 和马斯切拉诺 Javier Mascherano 所在的阿根廷。分组抽签出炉后，拉基蒂奇在社群媒体上分别用克罗埃西亚语、西语以及英语发表了这则消息，并写下相当艰难的分组，不过我有信心踢出最好的表现。而拉基蒂奇之后在受访时表示，自己其实很高兴可以与梅西和马斯切拉诺在世界杯交手，这将会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组，但我相信我们绝对有足够的实力突破重围。拉基蒂奇说道，这是世界杯，我们必须要面对世界上最好的球队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希望能赶快迎接世界杯的到来，尤其是对上阿根廷一战，我很尊重阿根廷和梅西，这也会让我们拥有更强大的动力去赢得比赛。除了阿根廷和克罗埃西亚之外， D 组还2016欧洲国家杯表现亮眼的冰岛，以及在一个月前的友谊赛中击败了阿根廷队的非洲雄鹰奈及利亚。